文哲遭压战离荧光幕，阿贝的声音暂时只能追忆。而昔日柯文哲的御用声优真欧也很感叹：9月5号他登基参选的日子吧，然后2024的9月5号竟然是他被羁押的，不生唏嘘。哦，我曾经合作过用柯 P 的方式唱歌，回想柯文哲开金口唱歌必点这一首。我是被你囚禁的鸟。已经忘了天有多高。如果离开你给我的小小城堡，不知还有谁能依靠。我是被你囚禁的鸟，得到的爱越来越少。真欧也曾受邀柯文哲演唱会，模仿起柯文哲惟妙惟肖。不过从柯粉到脱粉，看他十年起落。这个就显示他的团队没有一个检查的机制，没有一个纠举自己的制度，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那至于后续要怎么条例这个 SOP， 那可能要等他积压出来再说。但在那之前，真欧与台湾民音哭诉这首新歌。我总统勒算也不是市长，我是村民总党，我不该随便喊声喊好野人唱歌唱归暗，我若早知影政治歹人，不敢来做犯人。似乎替柯文哲唱出心声，嘲讽度满点。而在柯文哲出来前，若想念他的声音，恐怕也只能找昔日声优来代劳。叫沈静静过来跟我一起唱。三十五黄一凡侯想台北怎么了？